震荡了18个月的后晚时代，韩娱圈将有怎样的改变？这期就从晚说起，冷一把有关 idol 经济体系的那些事儿。说到这儿，相信常年撸狐的亲也看出来了，是的，这是年前最后一期啦，下周停更。So， 寻利用冷知识加小冰箱喜迎春节，来吧，冷起。2019年1月27日，或许是个适合告别的日子。UNB 解散 ，One 解散 ，VIX 成员入伍前最后的完整体分 meeting， 莱恩宣布2020年底停止组合活动。一半发生在日本，一半发生在韩国，一半是限定，一半是常规，一半是传统 idol， 一半是出自选秀节目。VIX 代表了韩式的练习生体制，蓝则是杰尼斯雇佣体系的经典制作。UNB 和 One 一字排开四个组合的出道时间：9个月、1年0.6个月、6年0.8个月、19年0.4个月。四种告别则指向同一种精神及新商业法则。面对碎片式涌来的现在，只能把握每个当下去创造未来，同时必须保持开放、协作、更新的态度，在越来越多的变量中持续调整自我，不断再出发，从而成就当下。单一事件的背后未见得是单一的结果，全球性、历史性、结构性的思考方式使得经纪公司和个体不再焦虑于选择的缺乏，而是如何做出收益最大化的选择，且让每个人都获得最大化的更大价值。日媒的一种观点是，蓝的休止符是杰尼斯对 SMAP 解散事件的反省，为了保持团队的稳定而一定程度上放手成员规划自己的路径，强行团体化反而会激发矛盾，令品牌四分五裂，两败俱伤。 VIX 在组合事业关键期加水母艺人断档式入伍，并不仅仅是法律规限，毕竟仍有各路前辈花式拖延入伍，既是为了个体更好的发展，也为社内迭代预留空间。 UNB 预想之外的出道即巅峰，合约既满及时止损是最好的选择。 One 则在 LI 运维经验的基础上，吸收了其他101男孩在同一时段以多种排列组合实践出的教训，在独特竞争形势下产出优胜劣汰的结果。上半程的养成式和下半程的传统式割裂，浓缩的流程下不可避免催生出个体的差异化思考及话语权，不再适用于传统体系的操作规则，反而更偏向养成机制的核心，体感大于形式及内容。群体性位移向个体化，在陪伴式成长中发展粉丝经济，结果导向，所有影响路径规划的障碍势必被一一排除。艺人作为文娱产业链中最受瞩目的一环，兼具了人、商品、产品等多重属性，涉及复杂的多学科交叉分析。个体化演进的时代，人被重视、被放大，年轻人希望自己既能足够独特，又能获得社会认可的成就，艺人自然也难逃此标准，并寻觅承受着更为理想化的约束，拖欠在既有规则中，同时要有不确定与流动性的自知和能力。经济领域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，偶像本人是否存在并不重要，其形象具备多强的生命力才是最重要的。所谓人设、故事、业务、剧番、台前种种皆为商业化包装，其要义是用本不可能存在的完美的虚构去填补信息化社会中人与人、信息与人的真空地带，放大神性去体现人性。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，让偶像融入大众的代偿机制，令其成平凡生活的代言人，同时有光彩夺目着，内在矛盾性使得广义上的偶像充满了吸引力。